解冤头，拍运美变成了。手都没碰着，你还没完了呢！你刚做了你，我便宜了你，我善了你。啊哥，我什么都没看，我在跟你不干，我干。来。就他那熊样，你看他能扇谁呀？啥呀？救命！啊！各位看啊，走！啊！啊！哎！这小子要扇了我，快救救！二哥把你扇了。你看你们那熊样，多大点事闹腾成这个样子，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乡长吗？慌什么？慌什么？哦，这个上面掉下来，就是咱们皇军的飞机炸弹，太厉害了！这是什么地方？哎，古洼镇。对对，古洼马街。古洼？对，这个地方四面高，中间低，就是一个坑，十年九涝啊！闹义和团的时候没少折腾人呐，特别是出了闻名于世的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，咱们可要小心着点儿。哟西，我就要这个坑！出一个，赶紧的！哎，变戏法的，你也去啊！俺不是本地的。哎，谁让你赶上了呢？您不是说这个，不出人，出牲口也行吗？哎，太君您看，我这有牲口。八哥，八，八哥，八，哎，太君，太君，别打了啊！八哥。呸！太君，人都让你们炸死了，鸡别带走了。大哥，我说，烧窑你们都没出人，两只鸡算什么？保命吧！啊，没天良啊！都给我听着啊！日本人修炮楼要防八路，每户出一个人，老婆小孩娘们不要。这院里就九女人，没男人。花姑娘，嗯，哎，太君，没有太君，大哥，你听我说，哎，花姑娘你。你是谁呀？你出去！你，你出去！老板，老板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，哎，你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
我让小鬼子给我爹报仇去。梁子，你干嘛？你给我回去！干嘛呀，叔？日本人手里有枪，人找死啊！他们有枪，我还有斧子呢。梁子，人家老汉子就你一根独苗啊！你想让老汉子绝后啊你？ 叔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姑娘，醒醒！ 别干啥事儿啊！你要真气不过，要不你打俺一顿好了，俺不好，俺给你丢人了。你千万不要去找鬼子，你万一有个好歹，你让俺怎么活呀？那狗日的长得什么模样？长得什么模样？二叔，婶子。 小日本真不是人，就是豁出我这条命也要把咱们的仇给报了。行了，亮子，你也别冲动了，咱哪惹得起鬼子呀？就当让野狗咬了呗。你还留脸？二哥，别说了，这事能怨岳仙吗？再说了，这还有一伤号呢。哎，亮子，这姑娘伤得可不轻。 我先给他抓两副药，铺子里的药不多了，我得连夜进城去买。我尽快回来。谢谢龙大夫，这段时间还要劳烦婶子勤过来照顾照顾。没事，这里就交给俺吧。你小心点啊，慢点。哎呀，你看这些人，正在忙着呢。那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干呐！怎么样，太君？赶活的人太少了。哎，准，胆大的不够。你们，胆大的不利。你，班长。五岁。你说太慢。 如果你们还不成的话，我就要派我们的人来亲自监控。哎，别去，太君，不劳您的人来啊！您放心吧，有我油灯眼在，放一百个心啊！哎，太君，那边好多人，您瞧瞧，您瞧瞧。 各位，为了日中亲善，为了大东亚的共荣，为了我们炮楼快快的进攻，大家辛苦了。我们这有句俗话，就是慢工出细活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慢慢的干，不干，炮楼快快的修，八路军随时出现。好，那扫一个，扫一个。
听我你还想跑，不瞄准你都得躺下。真乖。哎呦，还挺肥的，给我长脸了。谢谢大家。我在北平上学，日本人占了北平后，本想回老家，没想到在路上碰上鬼子的空袭。这份救命之恩，我真不知道该咋报答。啥报答不报答的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谁还能见死不救呀？幸亏王大夫医术高明。王大夫，哎，你先在这安心养伤，等伤好了再说。别下，喂，我中没瞄准，啪的一枪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啰嗦了，人家姑娘刚醒。哎，那正好给她炖炖补补呗。哎，俺说不瞄准啊，甭说你眼神不济，你倒挺有眼力劲的啊。不过人家伤这么重，不能吃这个，要是有个鸡呀鸭呀炖点清汤那还行。野鸭子啊，哎，两袋烟的功夫，我就拿回来。瞄不准，不瞄准。哎，这时候你瞄准了哈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没你的。来一块。半块给你。哎，你提这个枪干嘛呀？投奔八路。我投奔人家干嘛？不，我也得找得着人家。哎，里边有人吗？亮子，优大队长求见。这个老兔崽子。哎哎哎！哎，不瞄准，别秃子打不着。叫小鬼子把你当成八路给抓起来！你干啥？你想让你坐下，你干啥呢？谁是尤大队长？尤登年儿，伺候日本鬼子的汉奸。哟，亮子，你在家呢？我还以为谁是尤大队长，原来是尤叔你呀、啊！好些日子没见，跟日本人混去了，瞅你这样混得还挺滋润呗。哎呀，我说亮子，你别喊人叔了啊，咱们叔侄俩就别说那些外道话啊，甭跟我论这么亲，高攀不起。哦，感情你这句话是在骂我呢？你骂你？要不是看你从小把我看到大的情分上，姚总劈了开你。亮子，有话好好说吧。哼。哎，当家的，当家。这乡里乡亲你也看不上。你亮子，也看不起我。呸！你叔叔我呀也是没办法，就是为了混口饭吃。你在这混饭吃吗？一滩臭狗屎，你指着顶江！啊！你个王八蛋，小鬼子糟蹋我媳妇，你在旁边干什么来着？一刀劈了你，活该！对，对对对对，我活该！臭老二，我告诉你。日本人的刺刀都堵到我喉咙上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我知道你们骂我是臭狗屎。今天我不跟你们吵，我找韩老爹有事儿。你还敢找我爹啊？我带你见我爹。哎，这怎么有事儿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要早知道的话，我就早知道能怎么样？杀几个鬼子给韩大哥报仇？啥也甭说，小日本的仇我早晚会报，到时候你要拦着我，就别怪我不念交情。可是出去。
亮子，你放心，日本人那只要青砖，这窑厂还是你的。日本人修炮楼，这青砖跟不上。哎，我说亮子，你劝劝他们，赶紧到窑厂干活去，要么日本人把这个全村的房子扒了，也得修炮楼。江庄子为这事儿没少死人呐。等等。快出来一只啊！我都答应人家的了，鸭子、鸡都行。小日本太胆小了，这哪有狼？别说话。枪啊！完喽！站住！啊啊！我叫你打兔子！我叫你打兔子了！我叫你打兔子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就他这德行是八路。刘翻译，赶紧跟太君说，他就是一个打毛的。太君，尤队长说他就是一个打猎的，不是八路。不是八路，哟西，这是他的，而且行径可疑，就即便不是八路，也不是良民，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，拉出来活埋。哎哥，你听我说啊，他呀，他是这个，打猎的，太君。哟，哎，对，哎呦，别，哎，太君，他当年在江庄子是有名的瓦匠师啊，就因为他这个眼神好，人称不瞄准儿。哦，不瞄准儿。如果炮楼还不能马上竣工，你。他，那个太君，尤队长可以保证，可以保证。婶子，你让开！俺不让。现在不瞄准说还在鬼子兵营里，我得去救他。你现在去就是送死，婶子不能让你去。你试试，亮子。能听我说句话吗？你坐，你坐。按理说，我是个外人，不该插嘴。但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如果你听完了还想去报仇，那我一定让月仙姐给你让路。人总有一死，但却有轻重之分。你今天这样单枪匹马的去闯。还没有接近鬼子的身，就先被鬼子的枪给打死了。杀不了鬼子，反而搭上自己的命，那叫愚蠢。你仔细想想吧，这样值得吗？那你说咋办？就这么放过日本人？绝对不能放过，但也绝对不能冲动，必须要好好合计合计才行。这个姑娘说的对啊。哎，嫂子。哎。我看，咱们是该好好合计合计了。哎呦！
亮子，你们这是？你们来干活的，怎么能看着乡亲们没饭吃吧？你干活你拿着斧子来干什么？我这个比你那破柴刀好用多了。哎，没事。尤大队长，我先给人请安。我这枪你干什么时候还给我呀？啊？枪，我这枪。哎呦喂，你还要那杆枪啊？你能活条命就不错了，赶紧干活去。那枪是我爹传给我的，那吃饭的家伙，我还得传给我儿子呢。我这，你还能活到你娶媳妇吗？啊？这，不是我拿着。哎，快快快快快快点儿！快点快点快点啊！使点劲儿，使点劲儿，交不了工，要杀头的，抓紧点儿。月心姐，你做的饭真香啊，隔着布都闻着挺香的，是吧？咱男人啊，在窑厂里干活得吃些好的才行。嗯，你说的对。当家的，哎，妹子，你先过去吧。好的，我就走了。当家的，你怎么来了？俺怕你饿，俺给你送吃的来了。嘿，我肚子刚一叫唤，这饭就来了。给你吃的吗？拉倒。回来。仨，三颗牙。哦。合着我这牙就值仨窝头。当家的，来来，拿着，脱点鞋啊，别累着。俺还去亮子家给月琴妹子送饭呢。赶紧走。好多了。吃了这两副药，再好好休息休息。王大夫，我是从北方过来的，你也不问问我那边的天气咋样？你去咱家里看看。不是同学，家里让我上你家。王大爷现在小鬼子正在睡觉。我正在收集情报。嗯，这也是上级派我过来调查的主要任务。你安心的在这住着，我们的身份千万不能暴露。但是我很担心，一旦鬼子的后续补充到位。我知道，我们的武功力量不够。咱们不是合计过了吗？日本人刚在这儿驻扎不久，还没完全放松戒备，让亮子他们先去窑厂看。老妹儿，坐上啊！哎呦，我说姚准啊，你吃上了？有我的，兄弟，就得有你啊。别的，有事儿说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哎，我就是好奇呀，你金鱼啊，那手艺是从哪儿学来的？你打量这干啥？想抢我手艺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这不糟践我的吗？我哪有那能耐呀，兄弟，我是
上放空的阴谋。说，能不能帮你把枪给变回来？没问题。明天早晨，你睁眼，那枪准在你床头上，而且还有一个漂亮媳妇儿。不，你这查唤我是吧？老子要是有那本事，早把日本人给变回东洋去了。那什么还查唤我吗？你要是我啊，我自己给拿回来。咋的了，沈哥？俺刚才听见那王大夫跟那个孙月琴说话了，那才咋的？咋的？他们是这个？啥呀？八路啊！八路！你少说，你这个时候要没事鬼子了，你这可完了。这事儿就咱俩知道。你不许跟别人说，知道不？嗯。哦，这给你们带吃的，你不许说啊。嗯。王姑娘，哟，今天怎么能这么漂亮呢？嗯，哟，走，走走走。找到乔子刀没？挣钱的家伙怎么能丢呢？哎，丢哪了？当家的，你咋了？根据火场遗留的证据，放火的应该是善珠的乔二。大哥，通知油灯眼，通缉那个乔二。是。亮子，亮子。亮啊，乔二哥出事儿了。啥？二哥，你们瞎嚷嚷什么啊？想找死啊？乡亲们，今天皇军把大家伙都召集起来，就是要给大家宣布一件事。这个人你们都清楚吧，他就是乔二哥。他竟然在皇军的军营里放火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的损害了大东亚共荣。
让所有的人都看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。听说你是个手艺人。太君问你是敲柱的吗？是。你要试试肯定可以做得干干净净。我是想做手术，不过不是给我做手术，而是给你。太君说让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做。到家了，到家了。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妻子，我今天就成全你，当着你妻子的面把你的技艺展示出来，你要是做得不好的话，我就把你的妻子杀死，杀死你媳妇儿。我想尽快赶回去，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组织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战局紧迫，眼看小鬼子的炮楼在布防，我们的兵力不够啊，情报也不完整。哦，对了，你看，你先守好，再给我点时间。辛苦你了。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再等等，我不想等了。亮子，我知道你们的身份，月星婶子，你们多照顾照顾。我去药厂了。里边，
我，你叔是亮子，你回来了。那月仙，你婶怎么样了？情况不大好，絮絮叨叨的，一直说胡话。先是我爹死了，后来月仙婶子出了那事儿，现在乔二叔也被日本鬼子给弄死了。叔，咱要是再不反抗，还指不定要死多少人啊！我知道，可日本人他手里有枪啊！日本人有枪，你不是也有枪吗？叔那枪不让日本人给收走了吗？那你窑里藏的是什么？要不然我进去看看。亮子，叔那枪是拿回来了。我不敢杀人呢、啊。小鬼子本来就不是人，都是畜生。小日本不比兔子个大吗？保准一枪一个。叔，你以为你把枪拿回来藏起来就没事了是吗？但是鬼子没发现，他们还没有回过味儿来。他们要发现了，会想不到枪不是你偷的。可是我没参加八路，我也没拿枪跟小日本作对。我爹跟他们作对了吗？有月仙婶子，还有乔二叔，你看看他们今天都落了一个什么下场啊！叔，叔害怕。如果害怕，就算了。你们都怕，我不怕。你叔没出去呀？真不住了。反正我就是想找一个没有日本人的地方。那你可得躲远一点。你这啥意思啊？你想找一个没有日本人的地方，那只能过了黄河啊。可是黄河一带也有日本人啊。这不是不让人活了吗？能活，要想活还活出个人样，就得靠我们自己争。太君您看这砖烧得多结实啊，都是好砖呐。太君，这饭楼修好了。哎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还有那是咱们的临时丁营厨房。刘队长，哎，你干得不错，皇军不会亏待你。炮楼修好了，不能放松警惕。是，尤其是严密的注视古洼镇的人，哦，防止他们沟通八路，伤害皇军。还有那个，那，哎呀！哦，八卦掌，八卦掌，八卦掌！太君，这个八卦掌早就解散了。就是八卦掌，他再厉害，也没有皇军的枪力。不要紧，要马上通知那个步苗准啊，他把枪偷走了，日本的安全是个问题。发现以后直接杀掉。是，有。你说这日本人也太难伺候了，一沓的事儿接一沓的事儿，要么都叫鬼子呢。全村的人都给我听着，步苗准私通八路，知情不报，与他同罪，格杀勿论。亮子，看见步苗准了吗？啊！报告！哎，太君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他呀就是一个脱皮烧砖的啊。太君，应够加工刀，应够加工刀，烧砖的。啊，太君，
慢慢查啊。亮子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拦不住啊。我这破砖窑又没门，想进就进吧。什么的干活？就是井里的蛤蟆没见过多大的天啊！太君，是这样啊，这个是用泥巴做的，拖成了坯，然后用火烧成了砖。懂了，得走。听到云呐，林哥。哎呀！哎，林哥，这是干嘛？敲墙不杀了？这是？别胡说。我呀，你要想接着躲，在我这儿躲多久都成，躲吧。我还有地儿躲吗？哦，不是，我凭什么躲？这是我老家，我凭什么躲呀？我不躲了，怎么着？亮子，我跟你一块干。叔，这才像个男人。男人？亮子，等。干是干，可是咱不能跟鬼子硬拼，不是？那咱们得想个招啊！叔，招我早就想好了，咱呀需要一个人的帮忙。谁呀？看着啊。嗯。没有吧？没有。没有吧？看好喽！哎，怎么样？叔，你真灵啊你！哎，别动！这个是我们祖师爷传下来的绝活。你刚才说的那些呀，我保证都烂在肚子里。就告诉我怎么把日本人给蒙过去就行。嗨，其实呢，要说呢，它很简单。但是你要是想把小日本给蒙过去，那可就不容易了。那我得练多久啊，叔？我亮子，这个嘛，你就不用练了，我亲自来。爸，我们脑袋可都别着裤腰带上呢，哪用你说呀？我知道，咱们也说这么半天了，我觉得还是王大夫说的对。要想活出个人样来，
得靠自己挣。月琴，月琴，你要走了，去吧。俺等你们回来，给俺当家的报仇。姐，大哥不会白死的，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上小日本，连本带利的偿还我们的血债。姐，那我走了。队长，哟，亮子，亮子，你找我？叔，有个事儿想求你帮个忙。哎呀，亮子，咱叔侄俩还提什么求不求的？只要你张口，叔就得办。我那砖窑也没活了，还有马老便，日本人一来，他的买卖也黄了。我们都得吃饭呀，你能不能给我们俩找个活干？你们这伙房里缺不缺人手？你想到这儿来打杂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！哎，叔，我求你了，我现在无依无靠的，我只想活着，吃上饭。我求求你帮我这一次好不好？不过亮子，咱可说好了啊，你可别给我出幺蛾子，叔。你要信不过我，这事当我没说。哎，别介，我能信不过你吗？记住了，你可别把我往火坑里推。行，叔，那说定了，那俺俩明天就来上工。谢谢叔。这是俺爹那年开山采石头从大山搞的炸药，没用完的都在这儿了。哎呦，不是，那合着你们爷儿俩这么多年就躺炸药上睡觉呢？有胆儿？咋样，够把小鬼子送上天的了吧？嗯。可是我觉得，你看这也太多了，咱们怎么弄进去？咱们在鬼子伙房干活，进进出出的机会多。嗯。这点炸药，咱每次带一点。没几趟就带进去了。哎，进去之后，藏炸药的地方必须得找好了。嗯。哎，亮子，不行，明天咱俩先进去看看。咱踩踩点儿。嗯。对。踩踩点儿。行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周边啊全是日本人啊，到这儿呢，就是帮着日本人。买个菜，哎呦，你就看，太君哪下的锅都糊了吧？啊，还行，我别的不担心，我就担心呢你这脾气啊。亮子，啊啊，叔，你放心，我早就想好了，日本人再混蛋，我也忍，我就装孙子。这话我最爱听，哎，真是要有事直接找叔啊，日本人呐会给你叔点面子的。哎，什么李狗？啊，太君，他们两个是帮着你打杂的。哦，有消息，赶紧赶紧的啊！啊，叔，你忙。你，这个李狗，你，这个李狗。哎，都看了，空空荡荡的，咱那些东西往哪儿藏啊？茅房？什么？哎哎哎哎哎！停停停停停停！哎呦，停停停！拉的什么？给日本人拉的饲料。别胡说八道，活得不耐烦了你。别生气，
孩子小不会说话。拉什么？这是啊？打开，打开。好，来来来。您看看，这就是些调料和咸菜啥的。看。哎，这怎么还有一层？啊？我给您打开，您看看，这是给皇军拉的臭豆腐，这不是怕熏着二位？哎呀，快赶赶紧赶紧快，快快快快走吧，快进去。我呀，跟你们俩说呀，这小日本的真是一肚子坏水，拉的那屎太他妈臭了，差点没给我熏死。多亏你亮子想得出来，把炸药藏到茅房里，这要是炸起来，炸不死的也得把他熏死。就是，小日本死也死得臭烘烘的。对，哎，那茅房潮啊，不，到时候万一他哑巴了，叔，就放心吧啊，那炸药啊裹着油布呢，而且这个炮楼和茅房之间有一个缝，我们把这药塞缝里了，那黑乎乎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小声点，一会儿于先生再给我送洗的衣服。哎，叔，咱这两天轮流的去，别去的太勤，要不小鬼子该发现了。哦，吃点吧。哎呦，叔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哎呦，快把我憋死了！闻味儿呢？没有，怎么这么巧啊？你说咱俩是挺巧啊。有事儿？没事，没事。哎，是这样啊。哎呀，这个亮子，你看你来伙房这么长时间了啊，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喝一盅？成。爸。哎。哎，太君。我知道你爱吃家乡的贴饼子、熬小鱼儿，还有韭菜炒鸡蛋。我是拿出最好的河北老白干啊，来，干一个！啊，得嘞！我知道，乡亲们都骂我是狗汉奸。他们骂我，我不在乎。但亮子，你要这么想，我这儿都心疼啊。知道吗？少喝点，叔。你喝，这是最好老白干了。哎呀，是我从小没爹没爸，不务正业，就你们老韩家，整个古巴镇谁正眼看过我？我就是冻死饿死在野地里头，恐怕除了亮子你，连给我个收尸的都没有。别再闹了，别再闹了，叔，不能喝了，不能喝了，亮子。我知道你到鬼子那儿干活没安好心，你还想给你爹报仇，我太了解你的脾气了。既然知道，你为啥还帮我？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料。文案，文案，太
太可怕了。我娘，你不单长得漂亮，而且很坚强。哎呀，不过作为女人，你不应该承担这些。我可以成全你，只要你说出我要知道的情况，我立刻放你出去。把你知道的说出来，立刻放你回家。有人在古洼镇里见过您的出现，还和药铺的大夫接触频繁，他是不是你们的人？八路是不是要在古洼发生情况？他已经问你话呢，我相信你们两个拳头能撬开他的嘴。亮子，亮子，亮子，王大夫跑了，他跟孙月琴一样，都是八。不但知道，而且我要找机会救出孙姑娘。咋救啊？哎呀，我以为是谁的深更半夜的啊！哎呀，快坐啊，叔啊，给你倒杯水。哎，要不我给你整俩小菜儿，咱叔俩喝两盅。叔啊，你还认不认我这个侄子？大的话呀，我呀早把你当成亲侄子了。亮子，有啥话你跟叔说啊。我想让你帮我救日本人抓的那个女的。你说啥？你要想救那个女八路？哎呀，那要掉脑袋啥头的！我不管他是谁，我一定要救他。你这不是让我让火坑里跳吗？说，这事你必须得帮我，你也是中国人。不管你帮不帮，这事儿我干定了。亮仔没说明白找谁帮忙啊？就我这杆破枪，救人，我还真有点怕。想当爷们儿就得豁出去。我拿一破葫芦，我连枪都没有。你这么一说，那我更害怕了。你，怕真招供了？那当然了。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八路，他把联络点儿都给招了。在哪儿？哎，就在赵和新区旁边那个树桩子那儿。是谁跟他取得联系？没人。每次取情报啊，他自己去取。他有什么情报，也放在那个树桩子那儿，等八路来拿。真奇怪。我们问了好几天，他一个字都没说。怎么你一张嘴他就说了？太君呐，这里的娘们你不懂，我最了解他，最怕什么？他最怕丢人，丢人，羞耻。刘队长，你的功劳大大的，你现在就带着一个小队，压着那个土八路。到昭和新区去取情报，皇军不会亏待了你的。是，回来。不要带着你的人去，带着我的士兵去。是。别那么磨磨蹭蹭的。快点！
不来？都给我小心着点啊！快点！快点！快走！妈的，妈咪！轰！放这儿！什么？你干我？哎！哎！哎！啊你！别别别！哎！哎！那你人呢？快给我搜搜搜！怎么回事？亮子，怎么回事？顾苗准，是我，王大夫，爷们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会儿跟我们说清了吧？啊，我来说吧。很早之前啊，亮子就已经知道我跟月琴同志的身份。后来月琴同志被捕，我本来毫不知情，多亏亮子提早跑到我那里，通风报信，现在我才有机会坐在这里。其实我也没啥功劳，都是王大夫出的主意。王大夫组织了武工队。哎，你们还管不管我呀？差点把你给忘了，这次啊，十分感谢你的帮忙，对不住了。月琴同志是组织从北平派来的联络员，这次真的多亏你们了。马上就中秋节了，可现在家都快没了。我知道你对我们没有尽快对鬼子采取行动很不满意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们这支武工队所有的队员都是附近庄里的，哪一家没有被鬼子祸害过？我们不是不打鬼子，我们是要找个更好的机会去打，一下子把鬼子打疼。更何况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。如果我们鲁莽行动，不但打不了鬼子，反而还会葬送我们本来不强大的力量啊！现在就有一个好机会。干什么呢？哎，两位老总啊，这我们前面来过呀，这你们二位是知道的呀。对啊，我们是给火王干活的。皇军说了，打今儿起，只要娘们儿，爷们儿通通都不要。走走走走，快走。哎，二位老总啊，您看我们这刚买了一车菜，你好歹让我们送进去再走，
别废话，说不让进就不让进，赶紧走，快，快走，快快快，走，快走，走，走，行，走走走。亮子，这可咋办？一堆炸药，就剩那么一点了。不是送进去的，也够把小鬼子送上天的了。这够倒是够了，可咱们咋进去？那东西没人点，他也炸不了啊。亮子，婶子，婶子，你咋来了？甭藏了，你们的事儿啊，俺都知道。你们现在进不去小鬼子的地界，但俺可以。这些你告诉俺咋弄，俺要替俺当家的报仇。婶子，你想给二叔报仇的心我明白，可是进鬼子炮楼根本不可能。咋不可能？这还用说吗？二叔被鬼子杀了的事儿谁不知道？就算你进得去炮楼，他们能信得过你吗？这事儿你不用操心，俺有主意，就这样。什么？王军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愿意的话，皇军可以做你的后台，为你撑腰。当然，也要为我们提供点方便，比如说，镇上的老百姓对皇军不友好，你要向我们报告。这事俺能做到，俺可以。快走，快走！就离他远点。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，差不多脏死了，就他跟日本人真不要了。当家的，你放心，明天俺会把你受的委屈全都讨回来。月仙做那应变炸药，太冒险了吧！哎，一个女人家的，我也替她捏着把汗呢。
要不找王大夫再出出主意啊。都合计过了没用，从他决定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豁出去了。好，不瞄准，咱是男人更得豁出去了。停停停停停停停，拉的什么？这是自己看，脾气还不小。翻天检查检查。我说你拉这么多酒干啥？这些都是俺男人活的时候藏的酒，现在他没了，俺也喝不了，干脆拿来给你们过节啊。哦，合着我还得欠你个人情是不是？哎，知不知情你们自己看着办，就是这一车怪沉的，你要能帮俺把这推进去，就算还了这情了。黄金说了，男的不要，方姐，你拉进去，我在这盯着。快，合着人情你做，活我干是吧？废什么话，慢点，快，拿来。送酒来，俺家有私酒，俺就想着拿来孝敬太君。太君，今天是中秋节，他们过来给皇帝送酒。哦，十五，月亮。哦，今天是十五夜呀，我还真想念家乡的月见团子。今天晚上给大家做点好吃的，除了必要的防备，其他人过个节。是，全是。哎，太君走好啊！来来来。哎，刚才这个什么意思？日本人那边也过八月十五，嗯，只是他们不吃月饼，吃米团子。哎，我以为日本人吃什么好东西，就吃这破玩意儿。就这年月。能过节就算不错了。行了，我走。后续的军需物资什么时候才能送到？我会继续催。太君，要没什么事，我就出去办一下今天晚上过节的事儿。不，杜元军，我们研究一下今天晚上的防务工作。防务，不是由游队长负责吗？您刚才都已经交代了。不。最近对他的表现非常的失望，尤其那个女人，今天又来这么多酒，我表示怀疑。不行，我把她抓起来。抓她干什么？把她当成诱饵，要被八路藏得这么严，我们怎么把他们抓起来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太君。高明啊！我就不明白，八路要干什么？我们也要去。我们要加入。我们要打鬼子。我们要打鬼子。乡亲们，日本人。虽然有枪有炮，咱们打不过他们，可是打不过，咱们就能当孬种吗？我今天就是死，也要把血崩到小鬼子脸上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报仇的决心。啊！乡亲们，我是孙月琴，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古洼镇救了我两次，没有大家，就没有现在。我知道，大家都会心里嘀咕。我们武工队为什么不提早行动，端掉鬼子的炮楼？我们是在等一个机会，而今天晚上这个机会来了，正是月仙姐为我们冒死创造出来的。为了以后我们能过上团圆节，
咱们豁出去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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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等御前审问的信号。吴犬太君，俺要敬你一口酒。你不要太客气了，我们大日本帝国到你们这里来，就是要帮助你们。我们要把大东亚共荣圈的人们生活一定要搞好。俺是中户人家，俺不会说话，都在酒里了。来，哎，月仙，你少喝点啊。咋了？这酒不合您口味啊？不，酒非常好，可是我不胜酒力。俺就不劝你了，你吃好喝好啊。好，别动你，来。你少喝点月馅儿。哎，月仙，是不是亮子叫你来的？你可别犯傻，你的男人就死在他们手里头。有灯眼，你别拽我！俺要上茅房，要上茅房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太君，你咋在这呢？我看你今天喝得非常高兴，怕你喝多了出事。太君就是想问你，在干什么？俺干啥？俺上茅房。怎么，你们日本人也喜欢看老娘们上茅房？怎么跟那镇上的二流子一个德行啊？你不要再演戏了，是八路让你来的，他们现在在哪儿？跟我讲实话。啥八路九路的，俺不知道，俺就想上茅房。上茅房，把他抓起来。站住！太君，你呀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他可能喝糊涂了。我看你糊涂，他四通八路，你替他出警。哎，不，哎，太君，你看，就他这个样子，他还上八路。哎呀，只不过是一个寡妇，你也喝多了吧？刘翻译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你最明白了。我们别闹了。皇军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来找你了。
秦姐。玉琴姐，你醒醒！玉琴姐，不要，放心心，要，玉琴姐，玉琴姐，玉琴姐。月琴姐，我要跟王大夫去参加队伍，咱们都会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。为了咱的家园，豁出去了。